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好，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所以刚刚我被罚站了，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前做错太多事，所以要罚站一下。那昨天呢，我们也提到，做家事啊，对于一个人的很多正确的人生态度啊，可以养成。昨天也提到能够知感恩，能够养成勤劳的习惯，也提到人际关系会很好。那我因为从小很少做家事，诸位看得出来吗？因为我是独子，假如我过去洗碗呢，我的奶奶一定会走过来，那我奶奶一走过来呢，我的妈妈又走过来，我的妈妈走过来呢，我两个姐姐又走过来，所以我是人在江湖怎么样，那个是找借口。所以一个人一生该干的活你还是得干，都逃不掉。假如你年轻的时候不干什么时候干？老的时候就要来干了，那老的时候来干就很辛苦了，所以我们要趁年轻多做多积福，把福报放在晚年享。为什么有这个体会呢？因为我到学院来学习的时候终于把二十几年来少洗的碗、少洗的这个锅一并呢一次把它洗过。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礼拜就要轮一次。那个煮碗的、煮汤的锅都很深，都要整只手伸进去刷。然后洗的碗盘真的是每一次都要洗几十个人吃的，连做馒头都要做800个到1000个。所以我每一次去帮忙做馒头都很不好意思，很多师姐从头做到尾都没坐下来休息，我都要休息好几次，而且休息的时候都要走到旁边，不要被他们看到，因为呢年纪最轻，但是呢体力最差，所以呢活要多干，身体才会强壮。常常很多朋友，那时候我跟父母一起住他们都会说你真孝顺，在家里照顾父母。我听到这话都很汗颜，也很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哪是我照顾父母都是父母照顾我。因为我父亲从小就干活在农地里帮忙，所以体格比我壮硕很多。常常我跟父母出去旅游我爸爸都会常常问我你累了没有。我爸爸开车是从来不累的。所以因为我们的上一代从小就劳动，所以体格很壮硕。那我们这一代呢，从小养尊处优体质就没有他们好。所以老子说祸福相倚我们这一代看起来好像很有福气事实上换另外一个角度看都把福气折掉了，身体也不好，然后一些很正确的人生态度也没有形成，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晚年确实堪忧。那刚好我在洗碗的时候，卢叔叔从我后面走过去，突然他就停下脚步对我说，说看你洗碗就知道你太好命了。诸位同修，连一个人洗碗底细都被人家看出来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光是看你的举手投足你的一言一行就可以称出你有几两重。所以我们的孩子假如很勤奋，假如进退应对都很得体，
当他到公司去啊，一定会得到有远见、有慧眼的长官提拔。所以从他所流露出来的这些言行啊，这些有经验的人啊，就可以断出一二。所以诸位同修，我们希望孩子往后能有贵人相助啊，最重要的要让他勤奋工作。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啊，一定要养成有礼貌的态度，有这一些好的特质啊，保证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提拔。那做家事啊，也是对一个人的意志力啊，有相当大的磨练。诸位同修，有没有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不能扛责任，好像有一点压力啊，就怎么样，就受不了。所以因为从小啊没有做家事，从小没有负责一些事情，所以他就很习惯了依赖了。记得卢叔叔曾经跟我说过，他29岁啊就当总经理了。当然这个总经理不是自己给自己挂的，听说现在假如台风来了，这个广告牌啊掉下来都可能会砸到好几个总经理，代表现在总经理很多。那他这个总经理啊是有2排的股东直接呢质询他，针对企业可能遇到的人事问题、财务问题，很多的实际状况啊，给他提出问题来，他要马上啊给予解答。当所有的问题都解答完了，股东开会一并通过说他的能力啊没有问题，才聘他当总经理。所以他这一个总经理啊是专门替企业啊解决问题，所谓企业的医生。他就跟我说到，每一次啊他在面临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都会突然啊回想到小时候他的母亲叫他去把隔壁家阿姨的水缸的水啊挑满。诸位同学，现在您会不会叫你的孩子去帮隔壁家的阿姨家里的水缸的水填满？有没有可能？所以那时候卢叔叔因为对父母啊也很尊敬，所以父母这么一要求呢，当然呢也没有第二句话，马上啊提着这个水桶啊就到溪边啊提水。而且这个路途啊来回啊要1个多小时，那又不是一趟啊可以提满，必须啊提2次，2次加起来也要3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已经4、5点钟了，等提回来都8点多了，所以提回来可能吃饭呢、啊、都是吃剩饭，吃冷饭。那在他这个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很辛劳、很辛苦。但是啊，只要他面临工作上很大的压力啊，他的脑子里都会浮现一个影像。就是他当初啊在挑水的影像，常常他想放弃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啊就像提这个水一样，一步一步啊也要把它跨过去，不能够啊停下来。所以在这个劳动过程，他的意志力啊不断的提升。所以训练孩子的意志力啊，也就是从劳动、从服务他人开始建立起。好，所以从小让孩子做家事有相当多的益处，所以我们要跟家长做这样的沟通，他才能够啊正视这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教书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学生，从小啊，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一次的成绩啊都是全班第一名。诸位同修优不优秀？好，优秀哈。但是啊，他分配到的扫地工作啊，常常都浑水摸鱼不做。那因为同学的抱怨的声音啊，都传到我的耳里来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啊，不得不处理。哦，不得不处理。所以当天呢、啊，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母亲，啊，他母亲接的。好，诸位同学，我们打过去的时候，要不要马上就跟他说，你的孩子分配到的扫地工作都不认真做，要不要这样讲？假如这样说话就犯了兵家大忌了。一开始接到就是说他孩子的不是啊，他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教书啊，或者处事待人，很重要的，见到了别人啊，要夸，对别人的孩子啊，也要先予以肯定，那他为人父母啊，才觉得欢喜。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因为啊，在学校行为比较有状况，那我就请他的家长啊到学校来。那到了学校，一进门啊，其实家长的心里啊也是有一点惶恐，因为无事不登啊，三宝殿。他心里也可能觉得、啊、孩子有一些状况，老师才会啊找我到学校来。当家长坐下来，我们首先呢、啊、就先称赞他的孩子，就跟他提到上个礼拜我交代你儿子啊去负责哪一件工作，做得很好。那昨天呢、啊，他跟同学去办哪一件事呢？也很尽心尽力，就把最近啊他孩子表现好的这一些实际的例子讲出来。那他听了以后啊也很欢喜。那当我讲了好几件他的孩子的好啊，这一个家长突然就说了，他说，老师啊，我的孩子啊没有这么好啦，我的孩子在家里都不写作业，我的孩子啊在家里啊都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家长自己把孩子的问题怎么样讲出来了。诸位同学，从我们的嘴巴讲出他孩子的过失跟他讲出来一不一样？那不一样哦。当他把孩子一些实际状况讲出来，我们马上呢就跟他家长说，说你的孩子啊很善良，只要啊我们给予他正确的引导，他一定啊很快会改善。所以我们两个只要好好配合，他在家里有什么情况呢，你马上用联络簿啊跟我联系，我们一起啊努力把孩子教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会觉得我们跟他是一起啊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家庭。所以家长要离开的时候都是非常欢喜，非常感谢。所以我们这个谈话的顺序啊就很重要。所以当我打电话给这一个学生的家长，我们也先首先啊肯定这个孩子在学校好的表现，肯定完之后啊，接着我们也没有直接啊说他孩子扫地工作做不好，我就提到这个做家事的重要性。好，当把这个重要性讲完之后，这个家长也说，蔡老师啊，你的教育观念啊很不错。结果隔天这一个学生啊到学校去，他就对我说，他说，老师，都是你害的。我说什么事啦？他说都是你害我的，
我母亲啊，今天就要叫我做家事，然后我不做啊，我母亲就修理我。结果我说，那你活该。在家里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啊，尽一个分子的本分，都应该啊，多多付出，帮父母啊，承担一些工作。好，所以当人的观念一转变过来啊，自然而然就会用正确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去生活。那我们昨天有提到了，教育是长善救失。在救失当中，昨天我们也从孩子为什么会自私，孩子为什么会懒惰，还有种种的情况啊，我们都从原因上去下手，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昨天还有提到哪一些情况应该要导正的？昨天提到孩子没有礼貌，我遇到很多家长啊，他都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孩子哈，天生啊就没礼貌，天生啊就不会问长辈好。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所以人都把责任一句话都推得一干二净。有一个孩子才2岁多，刚好到我们中心去，结果他的母亲就说啊，这个孩子都不跟你问好。然后我就跟家长说，说你假如觉得啊，这个孩子从小有礼貌很重要，那今天啊，我们两个配合一下，好，你啊，就先到外面去，我跟这个孩子沟通一下。那我就对他的孩子说，今天假如不跟蔡老师问好，不能回家。结果他就开始啊，流眼泪了。好，我就赶快叫他妈妈离开他的视线。结果他就开始放声大哭。我就马上啊把他抱到房间里面去，把门关上，然后我就把他放下来，我说今天哈，你假如不问好，铁定不能回家。他看我这么坚定啊，越哭越大声。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发脾气啊，我就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来，你尽量哭，没有人会救你。哇，他开始不止哭啊，双脚开始在那里踏地板。这个时候要考验啊我们的耐性，不然呢，他那一些哭闹啊，在探你的底线到哪里。结果那个孩子就大哭大闹，还在房间里面跑来跑去。突然啊，他就从他的嘴巴里面呢、冒出一句话：“蔡老师再见。”我那时候啊，真是快要笑出来了。我这时候不能笑出来，还是要很严肃，好，然后告诉他，你看，当个听话的孩子一点都不吃亏，好，所以呢，我们学的东西啊，就要马上做到，好，要跟长辈问好。好，接着呢，我就把这个孩子啊，就把他抱出去啊，他就跟他母亲啊回去了。这个孩子第二次啊，再到我们中心来，一看到我就问好。然后啊，走到哪里呢？眼睛的余光啊，都在看我的态度。所以为什么教孩子啊，要恩威并济啊？一定要有威严啊，孩子才不会造次啊，才不会目中无人。所以我们回想到小时候啊，父亲很有威严啊，当我们的举止有一些不妥之处啊，父亲嘴巴都还没有讲话，眼睛怎么样？瞪一眼啊，我们就知道要收敛了。所以现在孩子不好教的原因啊，是因为家里怎么样？没有黑脸啊。我们以前黑脸都是啊，爸爸扮演，因为啊，男属阳，女属阴啊。男生比较有阳刚气嘛，结果现在的父亲啊，他没有演黑脸，因为啊，他
他工作比较忙，所以对孩子都有，他自己心里有愧疚感了，那又不能常常跟孩子碰面了，一看到孩子了，就希望孩子是笑脸对待他，所以父亲常常回到家里，就拿着手上的玩具，跟他说：“儿子啊，来，爸爸帮你买的玩具。”都要演白脸，那孩子一看到玩具呢，很高兴跑过来，哦，爸爸，谢谢你，把玩具拿回去了。然后每一次出去出差啊，回来都是给孩子带玩具。带了几个月以后啊，孩子可能跑过来，啊，爸爸，你回来了。然后眼睛不是看爸爸，看哪里？啊，看玩具啊，爸爸，你回来了，好，玩具拿了就回去。突然有一天呢，你忘记买玩具回来，孩子跑出来，爸爸，你怎么这样就回来了？当都用物质啊跟孩子互动啊，到最后孩子就是物质化，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很谨慎。那因为父亲啊都是扮白脸，那就没有人扮黑脸。所以孩子啊，对待父母啊，很可能都会啊，把他骑到父母的头上去了。所以女人现在啊，不只要扮白脸，还要扮什么？黑脸。好，有时候要发完脾气，有时候呢又要疼惜小孩，所以她时时啊情绪都要转来转去，相当辛苦。所以我们现在女性啊有一个病啊，特别普遍，叫内分泌失调，因为他情绪常常要起起落落啊。因为我的外甥啊，他常到我们家里来，他坐月子啊也在我们家，那常常孩子会有一些行为偏颇的时候，啊，我姐夫不在啊，我就变扮黑脸。诸位同学，你看我扮黑脸适不适合？不适合。人生如戏啊，演什么要像什么。我第一年教书，刚好学生比较顽皮啊，我就有给他们训斥了一番。从教室啊走到办公室，一进门，所有的同事啊就看着我，他说：“你还会发脾气啊？”他们都很惊讶。其实学生也好，晚辈也好，该凶的时候我们不凶啊，那就不慈悲了。慈悲应该是处处替他着想，所以当我们对他严格，是对他有帮助啊，这个时候也必须啊，现怒目金刚像。所以有一次刚好在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侄儿啊，他就拿筷子啊，是拿在底下，拿在底下，这个筷子就脏了，所以我马上呢就跟他说：“我说伟伟啊，这个筷子啊要拿在上面，不然呢你的手啊会把筷子搞脏了，这样吃东西就不健康。”好，跟他讲完以后啊，我就继续吃饭。这个孩子啊看着我呢，又把手往下一抓。然后我又不厌其烦跟他说：“这样啊，筷子会脏掉，我们要把它拿在上面。”他又看看我啊，又把手呢往下一抓，来回三次，怎么办？那孩子是公然向你挑战，不受教。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二话不说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抱起来，往我的房间走。结果我妈妈就说：“大过年就别打了吧。为什么要抱进去？让他没有任何的援兵，这是从我爷爷那边学到的。”结果一抱进去啊，哇，他哭得更厉害。那我们就跟孩子宣誓，说啊，你哭得越大声啊，越没有用，你绝对不能用情绪啊来威胁别人。所以呢，说完以后啊，我这个
棍子啊就打下去了。其实他会不会痛？他不会痛，因为他有尿布。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那一个气势要把它压下去。哦，所以我们就很非常严肃啊，抽了他两下。他也知道啊，好汉不吃什么。哦，马上啊，他就不敢这个样子。所以当这个威严把他压下去以后啊，他慢慢收敛了。我们这个时候也不用那么凶啊，赶快啊，给他谆谆教诲，给他引导，让他建立一些正确的态度。那刚好呢，我开始呢，把这个声音啊放缓以后啊，他的情绪啊也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啊，就放松下来。结果一放松下来啊，他就尿裤子了。尿的裤子啊。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啊，就后来就尿出来了。那因为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啊，所以尿裤子都会尿在哪？就尿在我的床上。所以我突然体会到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每一次就这个情况啊，我把他训斥完以后啊，我就出去了。结果我的姐姐啊很会配合，她马上啊就走进来，所以这个黑脸跟白脸啊要密切配合。就一走进来呢，孩子因为被处罚完了，就会比较撒娇啊，马上呢就抱着他母亲，那我姐姐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说：“刚刚犯了什么错，自己讲。刚刚犯了什么错，自己讲。”让孩子的情绪啊不是停留在这个被处罚，而是要认清啊自己错在哪里。当我姐姐这么样做的时候啊，孩子还是会啊撒娇呢，又跑过来。那我姐姐很坚持，又把他抓起来。好，你错在哪？自己讲。等孩子自己讲他错在哪里讲完了，我姐姐就说去跟舅舅道歉。所以这个处罚完了、啊、后面的收尾很重要，要让孩子整个心啊是落在啊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能跟长辈承认错误。所以我们在家里啊，长辈教育小孩啊，这个搭配啊就至关重要。结果隔天呢、啊、刚好我带着侄子外甥啊还有父母去爬山，我走在前面啊，这个外甥呢从后面走过来啊，就把我的手啊牵住。我的气还没消完，他已经怎么样，已经都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而且很重要一点，当你打他的时候，处罚他的时候，是真正有道理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心里清不清楚啊？他很清楚啊，他知道他自己错。所以孩子才两岁多啊，就有这么大的脾气啊，就被自己的习性啊所主宰。所以我们为人长辈啊，一定要帮助小孩从小把这些坏习惯啊把它改除掉。假如这些坏习惯没有改除啊，孩子一生将成为什么的奴隶啊？成为他所有习性的奴隶，那他的人生就不能够自主，不能够啊随顺自己的性德去生活，所以至关重要。好，我们提到礼貌，昨天也提到啊，孩子没有志向，没有志向，那我们也要反思啊，我们长者啊有没有表现出有志向的态度？而孩子要有志向啊，也要有环境的熏习才行。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念书啊，对于中文啊也是很惧怕。
因为在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刚好发了一篇作文范本，那这一篇文章啊，就是让我们这些初一的学弟妹啊做参考，这是初三的学长学姐写的。那突然我的老师看了这一篇文章啊，上面作者叫蔡荣清，看完以后啊，我的老师就说了，他说同一个家庭里面啊教出来的孩子语文程度啊为什么差这么多。这个蔡荣清啊是我的二姐，我是他弟弟，所以老师这一句话一讲啊，对我的内心啊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从此啊，我上国文课啊头都是怎么样抬不起来，都是低着。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啊，不能用这种很犀利的言辞啊对待学生，因为啊会伤害他的自信心。所以我从念初中啊一直对语文啊就没有信心。上了高中，有一次上课，我的老师啊就叫着我的名字，他说蔡礼旭，你站起来，你假如在上国文课啊在打瞌睡，我就记你旷课。所以确实啊，在这求学过程的语文啊一直都不好，但是在学习这古文当中啊，其中有两篇文章啊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然呢，本来还不大清醒，听到这一句话觉得好像眼前一片光明，结果这个光明啊差不多几十秒以后就怎么样就熄掉了。后来又读到孔明的《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读到这一句话，我的眼前也放光了，但是呢几十秒又不见了。所以这个光芒啊没有持续，十多年以后啊才重新啊又接触到圣贤的学问。所以一定要有机会啊让孩子去熏习圣贤的这些风范，他才会有远大的志向。我在想啊，假如从小老师就是把这些范仲淹的故事啊孔明的故事告诉我，那我今天啊成就一定更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升学主义啊应试教育之下长大的，所以越读啊心量越怎么样越狭窄。我们回想到求学过程，看到同学啊考得比我们高啊，内心怎么样不舒服啊。所以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之下，把我们的心胸啊都越变越小了。在深圳有一些孩子啊从小就读经典，让他们都是熏习啊圣贤这种胸怀。刚好一天啊他们的老师就问他，假如你有一亿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孩子回答，第一个啊我要盖一间学校，让更多的人啊能够得到圣贤的教诲。第二个我要盖一间医院，能够让很多啊病苦的人得到好的医治。第三个他说他要成立一个电视台，
能够播放啊好的教育，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他说第四个，他以后要当蔡老师，因为这个孩子啊才六岁多的时候啊，我到深圳去啊，他常常都来听课。诸位同修，您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志向？那为什么这个孩子有这样的志向？环境的熏陶，环境的教育，因为他的父母让他所接触的都是这一些学习圣贤学问的长辈还有小朋友，自然而然，他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教育啊，有言教，有身教，还有境教，环境的一种熏陶效果。结果他的母亲啊，听他这么讲啊，也没有啊表现得好像很高兴，他很有敏感度啊，马上呢就跟他孩子问，他说你一定要有意义的时候才能做这些事情吗？好，让孩子去思考，好，这些事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有钱的时候才能来做。接着他的母亲又跟他说，请问蔡老师有没有异议？当然孩子就明白了，很多事啊，你当下觉得可以做的就要马上着手去做。所以我们引导孩子立志啊，绝对不是让他立得很遥远，我们会告诉他，你可以当下立志做一个孝子，当下立志做一个好的学生，当下立志做一个好的公民，这些都是让孩子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他就会积极学习。刚好有一次，我们带着几个孩子走在路上，这些孩子都抢着呢捡地上的垃圾，抢到以后呢觉得很欢喜。刚好在他们的前方啊，有几位初中生走过来，手上啊还拿着泡沫红茶，还拿着咸酥鸡这些吃的东西，边吃啊边怎么样，边丢啊，所以孩子一路这样捡过来，这些大哥哥们一看到啊，突然本来要丢的东西啊停在空中，然后呢有一位大哥哥呢就对其他的同学讲，他说这么小的孩子啊都在捡垃圾，我们不要丢了，就对其他的人讲，用广东话讲。结果刚好呢孩子听到了，所有的小朋友里面只有一个广东人，结果他们一回到教室去，这一个广东籍的小朋友啊就对其他的同学翻译，告诉他们刚刚这些大哥哥说，因为看到我们在捡垃圾，所以他们就不丢了。当孩子讲出这一番话，他体会到什么？我们的行为可以怎么样影响别人，可以影响社会。所以让孩子觉得他所学的东西啊都可以马上去落实，马上可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所以当孩子从小都有这样的定位，这样的志向，相信啊他整个求学的过程呢，也会非常积极，非常扎实。好，这个是我们提到啊，从小孩子要有志向，我们大人啊要引导，要给他塑造环境。好，那救师之外啊，还有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长善，把孩子的善良啊引发出来。那诸位同修在长善方面，您觉得什么善啊，必须要赶快扎根，赶快培养？哪一些善？形象。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在这几十年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在家庭在事业当中很有成就的人，到底他们具备了哪些特质？那现在这个要赶快教。好，好，长善，教孝道。来，还有没有？哦，勤俭。哦，尊师。兄弟和睦。那就是能够尊敬长辈，敬长。怎么样？哦，礼让。谦虚，满招损，谦受益。我在跟家长开班亲会的时候，我会跟他们沟通啊，我说教孩子一生啊，正确的态度观念重要，还是把孩子从98分变成100分重要？好，是前者重要，还是后者重要？好，大家都会讲前者重要。因为正确的态度观念是影响一生，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家长是在做前者的工作，还是在做后者的工作？那为什么会这样？观念也对啊，那个观念啊，在知道，还没有到悟道。还没有到做到，才是真正得到，都是啊表面上的知道而已。但是因为啊大洪流啊，都是在把孩子啊推向什么？赶快念知名大学，念研究所，能念多高啊就念多高，好像那个认知就是说，有学历以后啊，人生应该就会有发展。所以他这样的认知啊，还是比较根深蒂固。所以虽然觉得做人很重要，但是并没有摆在啊最重要的位置。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么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从研究所毕业，请问他毕业出来以后有没有好的工作了？现在是高学历啊，高失业率。那每一年从这一些大专院校出来的学生这么多，所以人才够不够？够不够？人才够不够？哎，这个产品这么多，那为什么销路这么差？所以生产出来的不是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接触一些企业家啊，他们都觉得找不到人才。因为啊，人才是真正啊懂得做人，懂得这一些正确的态度，比方说诚信，比方说能够承担责任，这一些啊都是要从小啊扎根起才行。所以企业里面啊需要的是
懂得做人的人才。我们这一次啊，也听到一个讯息，一些企业家都到台中联社啊去找人了。因为台中联社长期啊都是讲授儒佛的教诲，所以在这几十年来，管理学啊最注重的就是全面品质管制 TQM。他们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企业就会管理，就会赚钱。比方说这个杯子，他把杯子做好，他就觉得呢，他的事业可以成功。但是因为在这一二十年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企业家开始一些很重要的思考了。1995年，新加坡霸凌银行的一个期货员，因为啊挪用了公款，所以让霸凌银行的财务啊出现危机。这个霸凌银行已经200多年的历史，所以因为一个期货员的操守有问题，挪用了公款了，200多年的基业啊宣布倒闭。2001年，全球第七大企业安龙集团每一年的营业额啊数千亿美金，也因为两个主管啊在会计当中做手脚，所以这么大的公司也怎么样宣布倒闭了。所以让企业界啊重新正视，有一个比产品更重要的东西要去注意，就是员工的伦理、道德、品德的这种态度，比产品啊更重要。所以现在很多全世界连锁性的大企业啊，他员工招进来啊，要先培训一段时间，教他什么？教他这些做人做事的态度，好，教好了观察一阵子可以用了才录用。所以未来的企业啊，要的是真正会做人做事的人才。那诸位同修，假如我们从小教孩子就是打他做人做事的根基啊，那其实已经让孩子的一生往后会立于不败之地了，你就不用担心啊，他以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们规划孩子的人生啊，应该要深谋远虑，不然啊，我们一味的只是让他在学业当中努力啊，而忽略了很多做人做事的学习，终究啊他也无法把人生经营圆满，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刚好我在台南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位朋友啊，他拿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因为听在课堂当中讲到啊，从小做家事劳动的重要性，因为他有一个同学啊，有一个实际的例子，跟这一个观念啊很相应，所以他就把这一封信啊交给我，希望我能够啊把这一个事例啊在课堂当中讲出来。因为他的同学从小念书啊都很优秀，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下课的时候啊也不会出去玩，都在那里啊看书。后来考上大学啊，是前5个志愿，很优秀，师大英文系。那读完大学第一年实习啊，
就嫁给一个医生。好，诸位同修，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好不好？我相信他在出嫁的时候，父母可能非常高兴啊。结果后来啊，因为在家里啊很少做家事，他的先生啊也默默啊把一些他没有做好的事啊做了，但是日子久了以后啊，先生内心的不满啊开始啊出来了。那因为从小只知道读书啊，跟人啊也不会沟通，所以跟婆婆之间呢、啊，跟这一些亲人之间，也慢慢呢、啊、出现一些摩擦。到最后啊，他的先生跟法院申请离婚，结果胜诉。他先生胜诉了，就离婚了。在这一段婚姻的挣扎期当中啊，他的父母啊很无奈，常常呢打电话劝他的女儿。但是他的女儿啊都不听。那他的母亲就提到啊，他说从小啊，他在上学的时候都是他父亲啊每一天中午啊带饭给他吃，然后晚上啊都是他父亲亲自啊开车去把他接回来。那从小到大也没有让他啊拖过一次地。我们对他这么样的照顾，他的父亲啊还掉着眼泪说，我对他还不够好吗？他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问题就在对他太好了，才会造成这个结果。虽然他有学业上的成就啊，但是人生啊绝对不是单一方面的努力而已，人生应该是全面的学习，全面的圆满。所以这一些应该学的做人做事，孩子没有学啊，他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还会出现相当多的瓶颈。好，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人生啊，应该要有长远的规划。所以人生假如像一盘棋一样，假如我们走一步啊看一步，常常都会啊举棋不定，但是我们在下棋的过程当中能够先看到30步，能够先看到50步，那这样的人生啊才会走得从容不迫。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正确的态度啊，那他往后啊成就一定会很不错。那我们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救失的问题，孩子自私，孩子懒惰的这一些问题，事实上啊只要孩子有孝心啊，这些问题都会啊迎刃而解。他有孝心会不会自私？会不会？不会啊，他会为父母着想。当他会为父母着想，他又知道别人的父母也很辛苦，他也会为别人的父母着想。所以这个孝啊是一个人仁慈之心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啊，会扩展到对一切人的爱敬。所以《孝经》里面有提到啊，教以孝，你教他孝，所以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你教他尊敬长辈啊，所以尽天下之为人兄者也。他也会敬一切人的长辈。教以诚，你教他为人部属的态度啊，他就会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所以一个人正确的对人态度啊，都是从家庭里面啊培养出来的。
所以孟夫子才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亲爱父母、亲爱家人延伸到对一切人能够设身处地，他对人能够有仁慈之心啊，进一步会对天地万物啊都会珍惜。好，所以这是一个人德行的次第啊，我们应该啊要掌握。那孝道以外，这个勤俭，当他对父母有孝心啊，他从小懂得帮忙，他会勤劳。当他了解父母工作辛劳，他会不会很奢侈啊？不会的，他也会啊节俭。所以我们父亲那一代啊，都能感受到生活贫困，所以父母赚钱辛劳，所以长辈们啊都很节俭，吃东西一定都要吃得干干净净。再来尊师，这个尊师啊也要透过父母的教导，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孩子的德行根本啊就在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所以为人父母啊，要教孩子尊敬老师，而老师很重要的职责啊，要教学生孝顺父母。那现在孩子懂不懂得尊师？懂不懂？那问题出在哪里？父母有没有教？现在还有情况是，孩子在学校啊，老师批评他几句话，结果回去跟父母讲啊，父母隔天啊带着律师啊去找校长。所以这一个态度啊，做了以后啊，谁得到最不好的影响？小孩子啊，他这一生啊，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对老师一没有恭敬心，有没有可能学业会有成就？那不可能。所以我们小时候假如在学校被老师处罚了，回到家里敢不敢讲？不敢讲啊。但是因为啊，那父母跟我们很亲啊，一看我们的脸色怎么样，不大对劲，所以就追根究底，之后了解呢，被老师处罚，然后父母会怎么样？再骂一顿啊，再打一顿。隔天啊，还会拿着礼物啊去学校，感谢老师，谢谢老师对我的孩子啊严加管教。好，当父母跟老师是这样的一个配合啊，孩子在学校啊，在学习啊，绝对不敢造次。所以父母的一个对老师的态度啊，会直接影响小孩。所以我们父母的对老师的一言一行啊，不可不慎。再来啊，尊敬长辈啊，这个也是要从小啊，让他养成跟长辈啊行礼问好，甚至于在生活当中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当他养成习惯了，在他落实这些教诲的过程当中啊，他也会慢慢内化。所以诸位同修不要小看了让孩子鞠这一个躬，虽然是外在的行为，这个躬鞠久了，内化以后啊，恭敬心啊，时时会放在心上。好，那我们这节课先讲到这边，谢谢。